就出来了。哇，头一次他能站在这里让你们拍这么久，鸡还在动。哇，他是在室内，他现在就不饿，我跟你说，你看，让他在这里啊，先扶一下，扶稳了，动一下车啊，让那只鸡出来的。他那个在拔毛了，哎呀呀呀，那个在拔毛了，然后那只鸡抓走了，那个抓走了，抓走了。刚才有一只鸡抓到咱们车下面去了，被抓走了那儿呢，那鸡还在蹬腿呢。哎妈，那还在蹬腿呢。这个现在啊，别动，这个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师傅，哎呀，你挡着了，你走开了，你不帮忙的，你走开了，不帮忙的，这胡走开，两只鸡应该都逮着了，都逮着了，对，死了，鸡，你看，你看那个死了，白白的，这是王，看那些老鼠看到了吗？那边那个老鼠，你看那只它就不吃，你看就在那叼着，扶好了，我车随时会漏，你们别摔了啊，没没，我们扶好。阿弥陀佛了，他们有的会咬咱们车轮胎。哦哦，这样。他有的没吃着。你看这只多胖，这个公鸡，这个都高了，这个都高了。你看这个也挺高的，你看它肚子多大呀。妈呀，那只鸡，你看看那只鸡也活着呢，你看那个脑袋在动那边的。老虎扒着那只鸡，那只鸡在那边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你看看那只鸡，你看看那两个老虎在那看着一只鸡，在玩呢，在玩呢，你看看，不饿。可怜你看就在那玩呢，你看，他玩那个鸡还活着呢。对呀，你看看，鸡在那活着呢。你给他死看好，然后他那个爪子在那。玩鸡呢，这一边一只老虎在这，天哪！哎呀，就是说，他们都不敢去抢其他的了。不抢，对，这是虎吃独食，这是就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动物界有动物界中的规定。大型的动物可以一起分享，小型动物谁抓到就是谁的，不能虎口夺食。老虎是独居独食的动物啊。对，也不会玩，这真是个，可以拿着木枪给，可以拿着可以给他木枪给。哎呦，他这么好啊，真是的，这不一定。我看他都没有什么饿，不饿就是不饿，要饿的话早就抢着吃了。就是饿的话，他抓到了他就开始吃了。